冯小刚学番首次回老家就照读作席中无人理。网友你也有今天。冯小刚做导演之前是个画家，父母在他很小时便离婚了。冯小刚跟母亲对爸爸没有什么感情。冯小刚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导演界获得了一定的地位，收获了事业和爱情，但冯小刚很少回老家。冯小刚很早就出去打拼了，乡亲们基本上不认识他。冯小刚学番这次回老家，冯小刚自己独坐在座位上，略显冷清与尴尬。网友你也有今天。冯小刚是个性格很直的人，从来都是有什么就说什么，在圈内是有人喜欢有人厌恶。前不久因饭菜不合口味当众发飙并呵斥女服务员，就让自己上了一次热搜。看来冯小刚最近可能因崔永元的事焦头烂额无处发泄吧。网友中国最好的导演是杨洁，西游记才是传世经典。张艺谋冯小刚这些确实是有才，但是人品一点都不好，给不少人带了坏头。